遗孀变小三，她自称无辜命苦。背负小三罪名最知名一案，当属王心凌。2012年，王心凌刚和姚元浩交往时，被传是进入隋唐分手的导火线，让她被网友骂到臭头。隋唐更公开在媒体上诉说自己的心像被美工刀割一样痛。据悉，隋唐和姚元浩当时已分手，时间点并没有重叠，王心凌仍被逼住出来开记者会，强调我不是小三。之后她和姚元浩稳定交往4年，直到去年分手，但也因为姚元浩前女友隋唐的缘故，让王心凌就这样背负住小三罪名4年之久。